天地有正气，你两个仆街衰到痹。独立思考，思考独立，一个时机，卷土再起，天地有正气。主持：姚冠东、阿云。喂，各位大家好啊！星期五晚啊，又到咁啊，天地有正氣節目啦。咁啊，都係阿東、阿輝、阿輝輝啊。咁啊，而家做咗我鄰居嘅輝輝。咁啊，同大家即係講下今個禮拜即係發生嘅事啦。咁啊，其實我哋開節目之前咧，其實都幾頭痕嘅。係。咁啊，今個禮拜真係你話冇事又唔係冇事，不過又好似係啊，即係點形容咧？又係咁啦，即係好似又係去到樽頸啦，又我哋個成個即係長達半年嘅反修例運動，好似又去到一個即係樽頸位啦。其實都係因為今日係禮拜五嘅啫，即係你話係咪樽頸咧？或者其實係我哋其實上個禮拜日咧都有一個遊行啦。咁啊，其實今個禮拜都有幾場嘅集會啦。咁啊，亦都有廣告界嘅掀起呢個罷工啦。咁啊，我就係廣告界發起人啦。我係發言人，發言人同發起人啊爭好遠嘅。咁啊，即係非常之唔知點樣嘅，即係今個禮拜好似大家到底係醖釀緊啲乜嘢嘢啊？定還是係大家暫且休息咧？咁樣即係呢樣嘢就好難即係講啦。咁啊，我都唔知道點樣。但係即係話時話，但係上個禮拜日嘅一個集會啦，或者係一個遊行小一個短遊行咧，亦都係攞咗不反對通知書底下就提早結束了呢個遊行，然後導致到成為了一場警民的衝突嘅，即係一如以往啦嚇，都係成為了亦都有警察發放，即係黑警又發放呢個催淚彈啦，亦都係亦都係離譜嘅。佢因為咧係一個絕對和平理性嘅一個遊行啦，咁亦都裏邊有老有嫩啦，咁亦都中途亦都發生了一件令人哋非常之髮指嘅事，就係見到有防暴警又失控啦，推倒一個老人家啦，咁啊推倒喺地啦。而警方嘅即係黑警方面嘅解釋，亦都係廢噏嚟㗎啦。即係亦都係咧對佢從毫無期望嘅一啲回應啦。但係亦都係離撚曬大譜嘅一啲回應啦。咁亦都佢話係佢有咩雙手唔知點樣，又話見唔到佢啊，又類似啦，同埋另一個係話咩坐住個學生嗰個啦，又話唔可以單憑嘅眼照就去判斷啊嗰啲咁嘅廢話，其實都聽慣嘅啦，聽咗半年啦呢啲廢話。係，所以亦都係即係嚟緊到底嗰個運動又去到而家咁樣係又係點嘅咧？咁啊喺美國嘅人權及民主法案亦都通過咗嘅情形底下咧，咁我哋香港人係咪而家又立起上嚟咧？係咪又係攤頭緊定係點咧？即係醖釀下一波咧，亦都定係等對家又發癲又黐線咧？咁啊，即係呢個我就真係唔知啦。不過咁嚟緊咧，禮拜日咧亦都有一場即係另一場嘅和理非，可以話係亦都有不反對通知書嘅一場大遊行嘅。咁啊，我諗人數方面咧，就真係一個指標嚟嘅喎。今次即係到底而家好啦，隔咗都一段時間啦。咁美國又通過咗呢個民主及人權法啦，區議會選埋啦，咁亦都光復咗18區啦。咁到底會唔會繼續有人出嚟咧？所以嗰日就真係要我諗大家要出嚟多啲啦。即係嗰日，我覺得係即係起碼嗱，佢係你預咗佢不反對都會係會有一個危險性啦。咁但係大家又唔好咁驚，始終係一個叫做合法嘅遊行啦。咁啊，所以亦都係有得遊嘅，係由維園出發就一路行到去呢個遮打。即係我又覺得係大家係值得去嘅。係啦，亦都係話俾呢個特區政府同埋中共聽咧，即係其實我哋係唔撚妥協嘅，唔好以為即係大家成日講話區議會只不過支線任務，但係而家我就咁睇，成日覺得就係話大家好似真係立咗起上嚟，大家亦都覺得係一個大家準備聖誕咁樣咧，咁啊當然，咁啊聖誕係咪大家探討下先咧，休息下先咧，就真係不得而知啦咁樣。咁啊天氣都比較凍咧，我諗都影響到大家。不過其實呢幾即係我諗凍埋今日㗎啦，其實應該去到 weekend 應該又暖翻㗎啦。應該係美好嘅天氣嚟㗎嘛。咁啊大家就出嚟都係要即係
都係小心保護自己啦，即係唔好話乜嘢啦，人數決定一切啦嚇，咁啊即係啊係啦，當然啦，仲有個死差婆坐住妹妹仔條頸啦，咁即係呢樣嘢當然係要強力譴責啦。咁其實今日禮拜六雖然話冇乜特別大嘅新聞，但係要屌嘅人都唔少喎，其實即係要屌嘅人唔少。我第一個即係既然網友提出咗，我第一個當然係屌鳩你呢個差婆啦。係咪？話説就星期二好似係喺土瓜灣嗰度咧，就有一班嘅中學生就搞咗一個即係叫做快閃嘅活動又好，就手拖手嘅應該就係嗰啲咁樣拖手嘢嚟嘅。咁但係亦都即係大鼻咗噴漆啦，亦都係有少少阻到馬路啦，大家都忍唔住係嘛？咁亦都有噴漆落啲巴士度啦。咁喺途中咧就即係大家喺網上面有一張照片，亦都相當之震撼咧，就係有一個即係咁嘅差婆就坐撚咗落去一個十幾歲嘅女學生嘅頭嗰度，係咪？即係我哋唔可以習慣呢啲嘢嘅，即係呢個係完全係冇必要嘅暴力嚟噶嘛？呢啲係警暴嚟噶嘛？呢啲就係成日講來講去，呢一啲就係所謂嘅唔應該有嘅暴力啊嘛！佢一個十幾歲嘅學生，你老母你個差婆，你係咪變態㗎？我想問，屌你老母，你係咪變撚態㗎？你使唔撚使坐喺度嗱？差鋪婆就喺度解釋，又話佢哦，佢掙，因為佢有掙扎啦，所以咩？佢十幾歲人仔，佢點樣掙扎啊？你咁撚多差佬圍撚住佢，你使唔撚使咁撚樣坐啊？你使唔撚使啊？擺撚到明，你咪就係變撚態咯，因為你呢個八婆，你呢、這個老差閪，你呢個咪就係變撚態咯，因為自己將自己嘅工作嘅壓力、個人嘅壓力咪發泄喺啲示威者身上，呢啲咪就係已經係好明顯，即係非常之清楚、清清楚楚，呢啲係就係違反嗰、那個人道啦，大佬，人哋都未成年，十幾歲、十五六歲、十四五歲咋，大佬。中學生佢可以做到啲咩？即係佢可以點咧？我想問，點樣對你屌你老母生命造成咩威脅咧？點樣對你又構成咩危險？要咁撚樣坐喺度咧？好笑喎、啊！同一日對付啲悍匪，即係有一班嘅匪徒，有個持刀劫匪啊！係啦，有一班劫匪，屌你老母！又係拉撚咗之後咧，就跪撚咗喺個地下度啦！你老母閪，你嗰啲鋪婆咧就係屌你老母，搭頭搭頸啊咁撚樣嘅喎！屌你老母，你唔撚坐埋喺個匪徒嗰度，係嘛？即係呢啲就係令到人係即係一路以嚟都係咁撚氣憤嘅嘢咯。因為好簡單，佢蛇鼠一窩啊嘛。黑警和匪徒其實就本是一家，即係 friend 嚟，friend 嚟嘅咯，好明顯啦，睇到啦。但示威者就唔係 friend， 咪就係咯，係咪？即係例如你有乜理由屌你老母見撚到個阿婆，你就咁推佢落地？所以咧，嗱，而家個局係點樣咧？我想同大家講，就係、是、呢個局表面上林鄭及其中共政權咧，覺得而家都幾止暴制左亂㗎啦。佢出賣咗建制派，俾撚咗議席啲非建制派之後咧，佢覺得咁撚樣就能夠止暴制亂啦。咁亦都係社會上邊相對係平靜嘅，係咪？佢就覺得而家已經係止暴制亂咗。你睇嗰啲嘴臉又翻曬嚟啦嘛，係咪？你睇下屌你老母鄧炳強嗰啲屌你老母黑警處長嗰啲又嚟啦嘛，你見到佢哋屌你老母完全係翻曬嚟嘅。係咪？咁佢覺得自己即係只撚暴制亂咗㗎啦，係嘛？咁但係嗱，佢哋覺得自己止暴制亂咗之餘，但係一有啲乜嘢嘅群眾集會，你前線嗰一班垃圾嗰一班警渣又係擦下擦下，無撚嚟頭鳩又放 T G 嘅喎，乜撚嘢煙餅啊？我想問一下，乜撚嘢叫做煙餅？是邊撚個噶啦？仲要改嗰個新聞喎，即係仲要自己改，係咁喺度改搬龍門。係啊，擅自篡改一個新聞喎！屌你老母！你現場而家就係話你指揮官，你唔撚使去同群眾交，去同香港人交代噶啦嘛？而家唔使噶啦嘛？而家唔需要。你而家擺明就係喺做啲危險動作，即係屠殺市民嘅危險動作，向人群施放催淚彈。嗰班人係冇任何嘅衝擊。係嘛？即係你前線嗰啲就繼續失控，繼續啤 TG 攞 ROT， 係咪？即係呢啲係離撚曬譜噶嘛？點解要話要搞啲咩獨立調查委員會？點解要調查你警方？就係、是、因為咁啊嘛！你有控制過冇啊？到呢一刻都冇。到呢一刻冇啊！全個社會淨係你林鄭月娥同埋你警察係啱撚曬噶嘛？
冇人錯噶嘛，係咪？即係呢樣嘢就即係令到你已經係一個最撚大嘅原因。你今個禮拜日就一定要上街遊行繼續表達啦，係咪？而家係衰過以前啊嘛，係咪？大家記唔記得初心？你哋點解要行出嚟遊行嘅？一開始係咪？就係唔想啲惡法通過，唔想香港變得更差。而家香港呢班因為有呢一班黑警，已經係一班黑警暴徒、暴警啊！呢一班係。香港現在的情況已經是差到無可再差的了，這班是一班暴警，是一班流民，是一班暴徒，是一班社會渣滓，控制不到自己的社會渣滓，還有情緒病 的社會渣滓，我們不知道的，但是他竟然是一個執法者，是不是所謂就是還你清白啦，立刻整個獨立調查委員會，現在全社會都講了獨立調查委員會，你老母是你特區政府不斷 今個禮拜一而再再而三咁樣講，尤其是張建宗不斷在推銷一個獨立檢討委員會，係咪加埋監警會？咁就諗住咧做撚咗呢個獨立調查委員會，係咪叫做交咗功課？我上個禮拜考立名目，係咪？即係你老母，你係咪黐撚線啊？叫撚咗你整個獨立調查委員會係有調查能力噶嘛，能夠傳召證人噶嘛，之後有 follow up 噶嘛，有人要咩飛要負責噶嘛，唔撚係檢討啊，檢撚嘅土啫。檢討就是你失敗咯，講撚完啦。檢討就是你唔使檢討啊，你檢討就是因為你林鄭月娥個人嘅剛愎自用，因為你個人嘅能力低下，因為你成個政府唯唯諾諾嘅辦事能力低下，而導致到社會有咁撚樣嘅一場咁嘅運動，而且你不能夠控制警察，而警察亦都喺執行任務嘅時候失控，導致到整個社會係冇辦法回頭帶嚟。經濟的破壞帶來這個民生的破壞，民生的破壞帶來你那些盟友建制派的選舉失敗，是不是說完了還檢什麼土，洗腦檢討嗎？簡單，我們做開 drama 呢，檢討會其實就是醫會，醫會其實是戇鳩，即係唔係話戇鳩，你純粹係大家傾下，哦，今次啊邊樣做得唔好啊，哦咁樣咯，咁就完㗎啦，下次早啲啦，講完啦，哦散會去燒嘢，咁撚樣㗎啫嘛。係嘛？即係冇任何嘅一個個即係就算你想揾真相，而家點解要調查？係因為裏邊好多真相都冇啊嘛！你老母閪，你張建宗仲喺度講，誒、哎、我哋會都會係查到八三一啊、七二一啊，裏邊嘅咩？你檢討啫喎，你點撚樣查？你冇調查能力噶嘛？佢仲要話呢一個檢討委員會係唔牽涉警方嘅嘢啊嘛？咁你講乜撚嘢七二一啫？你講乜撚嘢八三一啫？講乜撚嘢啫？成日就話誒監警會咧嚟緊就會有個報告，係咪？但係每一次所謂監警會講嘅，又話係話當事人冇投訴啊，又話呢樣嗰樣。係啊，投訴唔成立啊，跟住、啊、你嗰啲人個個又冇 number 冇成盲眼啊、受害啊嗰啲，屌你老母受重傷嗰啲被強姦嗰啲，就話要佢哋去報案啊嘛。係咪咁樣？你監警會先可以做嘢噶嘛？咁但係而家當然係唔會啦。咁你監警會做乜撚嘢啫？講乜撚啫？而家成個社會係已經係一早幾個月前有撚咗共識，而係你特區政府完全係違背民意啊嘛！呢樣嘢已經係顯露無遺啦。你從嗰、那個你嘅民調啊，所有嘅嘢，甚至建制派去到蔣麗雲。都叫你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嘅，去到呢啲咁撚樣嘅無知大媽立法會議員都叫你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咁你講乜撚嘢啫喺度？跟住考立名目整啲廢嘢出嚟做乜撚嘢啫？咁咪叫做咩啊？做唔到嘢咯，你咪唔係做緊件事咯？呢啲咩包拗頸咪就係因為你個個人性格嘅問題咯，人哋叫你去東你又去西咯。係嘛？點解個社會咁撚憤怒？點解仲未能夠止暴制亂？咪因為咁咯。成件事冇都冇毋庸置疑嘅呢樣嘢。冇，所以其實根本你即係惡人自有惡人磨，你只有咧針吉到佢肉啦，跟住佢先至焗住會可能真係整翻一個真實嘅檢調查委員會嘅。所謂急即係所謂嘅吉到肉就係你不斷嘅外國嘅制裁佢啊，各方各面啦、啊。即係其實你見翻今個星期嘅新聞都好多除咗美國通過呢個法案之外，甚至乎係意大利啦，意大利甚至乎好似話傳出係啦，日本、韓國都好似會簽。
嗱，到底即係嗰個新聞係咪真咧？就唔知啊，即係制裁話警察就攞唔到買唔到機票嘛，係啊，不能夠買去日韓嘅機票啊嘛。嗱，咁如果你出現個咁嘅情況，屌你老尾30,000個都唔撚俾買機票喎。嗱，所以咧嗱，又大家又喺呢個 moment 又唔使話太過覺得好好著樣或者唔係唔係啊，就係話覺得太過好鬱悶，又唔使覺得太過鬱悶，因為咧。我嘅睇法係呢啲嘢其實係隨住美國簽咗呢一份人權及民主法案。我尋晚喺 Bally 嘅節目我都講過一點好重要嘅，就係、是、或者我上個禮拜節目其實都喺度講過。係所謂美國人權及民主法案，大家唔使諗下，大家唔使諗係咪嗰幾條法案，美國呢幾條法例會帶嚟乜嘢實質嘅制裁或者後果？即係個制裁係淨係嗰啲法律條文會帶嚟咩效果？唔係討論呢一樣嘢，而係呢一個係一個 stunts， 呢一個係一個先行嘅動作。佢我哋睇嘅係佢後續其他國家跟住落嚟做嘅嘢啊嘛，係咪？即係我哋見到澳洲已經會簽啦，即係日韓亦都醖釀會簽啦。所以嚟緊個制裁將會係越嚟越嚴重，而呢一樣嘢，無論你點樣否認，無論你點樣覺得係冇意義，你無論你點樣咩，但係其實佢係背後有一個力量係推緊出嚟噶嘛，呢一個壓力係推緊出嚟噶嘛，慢慢加落嚟噶嘛個壓力，係咪？到你警察真係嗰啲家屬，咦？屌你個閪，真係買唔柒到機票㗎，原來，喂！好似嗰單結婚案啫，即係有單話一個警嫂又唔諗過叫條仔分手啊嘛，即係一係分手一係娶我咁樣啊嘛，即係佢當差嘅，即係警嫂嚟嘅，即係佢條仔咧就係差佬，咁咧就話而家嗰條女又黃嘅黃絲嚟嘅，好似即係咪叫你一係辭工一係娶我係嘛？咁佢都有分享過，就話佢哋去 book。嗰啲結婚嘢嘅時候咧，係真係遇到困難嘅。好啦，到你警察係面對緊黃絲經濟圈嘅制裁，面對緊世界各國嘅制裁，面對緊全香港人嘅制裁嘅時候，佢哋就冇辦法唔諗 take action 噶啦嘛。佢哋要面對呢件事。佢哋就會由下而上，要整個社會去面對呢件事噶啦嘛。佢哋就會出聲噶啦，喂唔撚係喎，我老公做文職嘅啫喎，佢冇出過前線嘅喎，唔關我事喎。啱啊，跟住鬼打鬼啦。係啊，跟住會鬼打鬼啊嘛，即係亦都佢會導致到你中美貿易談判又好，世界經濟係有所影響噶嘛，係咪？即係你而家你其實影響即係對香港經濟嘅影響已經開始見到出嚟㗎啦。雖然而家恆生指數仲係26,000+，樓價都仲係高企，未冧。佢係未冧㗎咋？佢一喐，只要個結業潮一嚟，而家啱啱半年啫嘛，係咪？跟住落嚟，我話俾你大家聽，2020年就精彩啦！你真係反映出嚟嘅，你一春季你就知㗎啦。一過埋個年，我同你講，一定有倒閉潮，無論係飲食業好，無論係零售業好，一定有倒閉潮嘅。咁到時你倒閉潮失業率一嘣嘅時候，你股票咪嘣落去咯，係咪？好啦，到咁樣嘅時候，經濟信心係咪崩潰啊？經濟信心崩潰嘅時候，你股票咪崩潰咯，你個樓價咪崩潰。冇錯啊，係咪？咁到時你就唔係止暴制亂咁簡單噶咯噃，老友。係亂上加亂。係亂上加亂啊！唔係政治嘅混亂，係經濟上都屌你諗一鍋泡啊！以前仲話你仲話可以屌你諗做大陸生意啊嘛！你跟住中美貿易戰，如果唔能夠簽訂第一階段嘅貿易協議，所有嘅影響亦都會喺2020年浮撚曬上面，冚唔住噶啦！因為有好多篇即係文章咧，有關於中國嘅經濟嘅文章都報導過，即係佢嘅 GDP 其實係會插40%。即係呢樣嘢，喂，我相信嘅喎，因為一直以嚟，仲要你一直以嚟呢10年8年嚟，一直以嚟你都係中共不斷係冚住自己嘅經濟數據，冚住自己嘅一個經濟危機嘛。大家都知道地方債已經借無可借，爆無可爆。十個煲得一個蓋，係啦，而家十個煲唔係九個蓋，十個煲都冇蓋啊！而家係嘣嘣滾撚到撲街啊！係咪？而家只係靠政府嘅謊言機器，而家只係靠中共嘅宣傳機器，中共嘅互聯網管制，令到大家唔知道個真相啫嘛。其實呢啲嘢發生過㗎，
咪就喺大饑荒嗰時都係咁樣嘅啫嘛，文革前期係咪？即係一樣都係咁嘅啫嘛，全部大躍進嘅時候都係咁嘅啫嘛。話幾屌你邊度邊度嘅鋼鐵產量又提升咗乜乜乜，係咪？人有咩咩？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啊嘛！不斷係虛報一啲經濟嘅資訊上去中央啊嘛。跟住然之後中央真係以為屌你喎冇撚事，跟住咪雪崩式崩潰咯。而家你中國嘅情形係一樣嘅。其實已經睇到，因為我記得個零月前睇過一篇都係啲文章，就係嗰度講話分開各個省市縣市嘅 GDP 咧。基本上除了香港和上海之外，全部都是負數的了。你正常一個造假大國啊，點谷點整啊，都整到個正數出嚟啦，唔撚係喎，全部都負數，除了香港和上海。到時咧，香港就會被洗劫，嗱，依個一定會發生嘅，即係香港就會被洗劫入空。你有幾多都立撚曬嚟嘅，即係依據中共嘅性格，係咪？咁而家我哋又唔能夠守得住，都守唔住噶啦，即係佢要伸隻手入嚟搶咧，而家搶緊噶啦，基本上係咪？佢要搶咧就搶唔住，搶佢要搶咧。就一定係會特區政府完全抵擋唔到噶啦，係嘛？但係佢搶嘅時候，世界各國係咪坐視不理咧？係咪點樣點樣咧？即係由佢搞冧香港呢、這個就精彩啦！即係呢個就係到時到底我哋香港嘅命運同埋香港人嘅命運又會如何咧？將會有更翻天覆地嘅改變。即係我就係咁樣去預測呢件事，所以都勸勉各位，即係無論話呢個預測好與壞，即係準確與唔準確，大家都應該要做足準備。即係好似戰爭咁啫嘛，你有時攻唔到嘅，咪刮毫即係刮戰毫，即係死守荷蘭豆咯，唯有係咁嘅啫。但係唔可以舉白旗投降啊嘛，冇錯啊，係咪？即係我哋唔能夠投降啊嘛，唔能夠。俾佢停止啊嘛！因為你投降，你唔係一個做戰俘，你係一定會俾人殺頭嘅。係，即係好多人都話嗱簽唔到協議嚇，跟住美國佬繼續加關税，係會令到整個局係更加吊軌，亦都令到香港呢一個角色係更形重要。所以嚟緊會點？即係嚟緊會有啲乜嘢嘅變化咧？即係我就講真，我就真係已經係買定一箱，即係買定一噸花生喺屋企睇㗎啦。我以為買定一噸午餐肉添。餐肉就一定買定啦，儲糧嘅嘢係咪啊？咁啊嗱，我哋見到咁好啦，咁而家發生啲咁嘅事，咁你香港政府、特區政府點回應咧？屌你老母！你林鄭月娥，人哋美國參議院、眾院總統簽撚埋法令啦。因為美國人權及民主法案點解會有呢條法案？就係因為香港嘅民主自由被剝奪啊嘛，因為而家係一國兩制被侵害啊嘛，因為有咁撚樣嘅背景，因為中共對香港嘅干預係已經係違反咗一國兩制，所以要每一年美國要 review 俾唔俾你一個最特別嘅地位啊嘛，所以先至有呢條法案啊嘛。你老母閪，你林鄭月娥點樣出嚟講啊？出嚟講乜撚嘢啊？屌你個閪！你話香港我哋民主有侵害咩？我哋自由有侵害咩？一國兩制有侵害咩？我淨係見到一個發癲嘅港女，我淨係一見到林鄭月娥呢條八婆臭閪就係一條發癲嘅港女，明明唔關事嘅，唔關事嘅，根本就係咁。但係而家你已經瀨曬嘢啦！你用呢啲咁撚樣嘅大媽嘅手段，呢一啲咁樣橫蠻無理嘅手段解決到問題咩？我想問。你解決到我哋七百萬人嘅問題咩？你解決到屌你老尾你個老細中國嘅問題咩？所以你唔使話你香港人，你解決到自己嘅問題。你解唔解決到自己？你唔係解決到嘛？你解決唔到嘛？而家就係、是、你而家解決唔到啊嘛？解決唔到你即係同抌地係冇撚分別噶。是沒有撚分別的，為什麼？就是因為在你的掌權底下，一國兩制就名存實亡嘛，現在基本法是名存實亡嘛，現在是你親手破壞壞這個一國兩制嘛，現在是吧？不是屈鳩你的，你管到差佬嗎？差佬到底是公安局管啊，還是你林鄭月娥管的，還是保安局管的，是吧？如果唔係，你鄧炳強新任警務處長，佢拜乜撚嘢放公安部啊？啱啱去撚咗公安部，係咪？你拜乜撚嘢房啊？你使撚去講北京公安局，你使撚國家公安局講乜撚嘢咩？屌你乜香港政香港嘅警隊係自己做噶嘛？理論上，根據一國兩制，根據基本法。
你洗撚公安講説三道四咩？你老細係公安啊！屌你老母！而家咪就係係咯，就係咯。唔係你其實睇到咧，佢好似即係彷彿嗰個形象做出嚟，就係香港嘅各個機構、各個嘅部門咧，都慢慢俾中共架空咗。你啱啱講嗰警方係一個例子啦。鄭若驊都係㗎，佢喺英國撲親，又話甩教，又話成，屌你老尾，去北京嗰度休養喎。唔係休養，佢咧就喺英國翻嚟。本來呢個鄭若驊係嘛，而家屌鳩你啦，鄭若驊。本來鄭若驊咧就話係要喺英國甩教都休養一年嘅，係啊，係啦，就休養一年嘅。屌你老母，梗係唔撚掂啦，休養一年，你講出嚟都笑撚大人個口啦。屌你！即係界選手，我休一年啊！屌你老母臭閪，你傻噶？係嘛？你鄭若驊呢啲咪就係智障咯！屌你老母！你甩教有片有成點甩法？大家知道噶嘛？使撚一年咩？大家甩個教啦，至多咪兩個星期俾撚盡你啦。係啦，當你啲身體機能好撚差啦，喺度一個月啦。你話一年你逃避乜嘢先？而家後來發覺我哋知道啦。你逃避乜嘢啊？你根撚本係想著草啊！同你講。是不是你完全是想著草你根本就收到一些風這個林鄭月娥都是數日子的了所以你就屌你老母怕牽連自己怕不知屌你老母自己有什麼撚嘢的奶嘢跟撚住屌你撚住著草去英國的如果不是你沒有理由什麼休一年是不是你現在屌你搞到香港亂到撲街第一個死是你的第一個要問掉的就是你你老母閪你怎麼會是甩教然後說我話去英國休養一個月咧，唔撚合理，唔撚合邏輯啊嘛！你當人傻嘅咩？啱唔啱啊？好啦，跟撚住唔撚得啦，梗係唔撚得啦，梗係啦，就十二道金牌應該照翻嚟，冇錯啦。就第一站咧，喺英國飛翻嚟，飛去北京先嘅，你唔係翻香港先，係咪？點解你翻咩撚嘢北京啊？去北京做乜撚嘢啊？嗱，佢又咁講嘅，佢又狡辯就話即係佢滿佢講啦就話呢個係英國嗰邊安排嘅，就係話英國咧就安排嗰個機咧係翻北京嘅，因為佢咧就係唔知係中當係中國香港嘅官員，即係國當佢係大陸嘅官員，於是咧就送緊咗佢先翻北京，就再翻嚟香港。OK， 你去北京冇人照你廢，我柒都唔撚信啦，啱唔啱啊？即係你去北京做乜撚嘢咧？請問？好人好者無釐啦，喂！一嘢就俾人召翻去啦，咁啊擺明係領嘢噶啦，唔使講噶啦呢啲。所以即係嗱，跟住翻到嚟香港即刻爆鑊啦！原來佢老公嗰個什麼四眼框嗰條咁嘅撚屌四，我都唔撚記得叫乜名咩名啊！原來佢老公咩啊？潘樂圖，潘樂圖啊，好嘢啊，輝輝！阿潘樂圖原來又涉嫌係喺個老臉啊，即刻捉鳩佢。係嘛？即係即刻叫佢協助調查，係懷疑佢由2015年同或者更前嘅時期已經係參與一啲有關於政府工程嘅圍標，即係類似係圍標嘅一啲咁嘅操作，係咪？即係你一個一佢一上任就已經又話佢僭建，又話佢成㗎啦，係咪？你鄭若驊呢啲咁撚乸渣嘅人，點解會可以繼續做呢個律政司啊？咪就係因為你林鄭月娥呢個八婆，呢一個智障清水病低戇撚鳩嘅八婆，就留住呢啲垃圾喺度啦！你呢啲行為唔撚止害撚咗特區政府，害撚咗我哋香港人，你仲害撚埋你國家，係咪？害撚埋你國？係啊！你而家瀨曬嘢嘅，瀨曬嘢㗎，所有嘢。所以邊個推薦呢個林鄭月娥上去俾阿老閘嘅？咪即係董建華咯。哦，原來又係佢，即係又係呢一班人，二十幾年嚟呢一班咁嘅垃圾冚家產，董建華、梁愛詩、梁振英呢一班咁撚樣嘅所謂團結香港基金，嗰啲咁嘅所謂嘅呢一班咁樣嘅垃圾渣滓，咪就係令害港集團嚟嘅咯，一路以嚟都係害國害港嘅集團咯，咪就係呢啲人咯。係嘛？你繼續俾佢哋屌你老尾，勾結埋中聯辦，勾結埋港澳辦，沆瀣一氣咁樣屌你老母喺度搞亂香港，咪就係呢一班柒頭咯，令到我哋香港雞毛鴨血，咪就係你呢一班咁嘅人咯，係嘛？
即所以我哋今次掌握到一個機會，係可以將呢一班人即係連根拔嘅，連根拔除。香港要將呢一班人連根拔除，我哋先叫勝利嘅。我想講係咪？即係全部要總辭，全部不能夠再干預香港嘅嘢，先至叫做勝利。而家我哋即係喺一個咁撚重要嘅關頭，係咪？點可以就咁放手？點可以就咁劣告？點可以就咁有呢一班咁撚樣嘅人去繼續落去咧？繼續為非作歹，繼續為非作歹，係咪？你見到鄧炳強其實而家換撚埋呢個警務處長盧偉聰，換一個屌你老尾，原來係直接同公安部即係受命於屌啲咩屬於公安部嘅人去做呢個警務處長嘅，而家我哋大家眼見嘅就係你警察係完全係不受任何特區政府嘅命令嘅，係咪？嗱，而家你林鄭諗住止暴制亂，但係你嘅前線都係要放催淚彈嘅，係咪？即係倒米嘅喺度，係咪？咁你即係大家明啦。而李大之為，我當然我都講過係某政黨嘅人士講俾我聽，係原來根本阿鄧炳強是完全不受控制的，原來在維里大這件事這麼不人道的事，香港這個人道危機原來是因為一個不受控制的警務處長，那你這件事你是會導致到香港長遠是一個最大不穩定因素嘛，就是隨時爆鑊的，為什麼警察不舉拿著槍亂那麼肥怎麼樣啊，是吧？這個就是搞亂香港的元兇是什麼人啊，第一頭號當然是你林鄭月娥，第二當然是黑警，第三還有背後搞的什麼什麼這些董建華各個司局長啊，這些是不是完全你看到毫無對策，面對現在的整個困局是一些事都沒有做過，毫無對策。轉頭回去